质感，结果不敢过正，喜欢用分数决定人生。谁又像普通平凡的过一生，可手里只有普通剧本。苦书还没发芽，就被逼着要开花，妈妈说要快乐，却没告诉我方法。成长的教会我失败其实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还相信这句话，做自己的光不需要太阳。谁说要逆着风才算悲伤，孤独的路上还要走很长，成长的字本来就没有偏旁，做自己的光。现在把庄碧晨老师和萧敬腾老师重新请到台上。大家好。女神，女神，外边下雨啊。好的，欢迎大家来到康师傅冰红茶。闪光的夏天音乐节试演现场。闪光的夏天呢，是我作为企划人制作的第一个音乐节。这个夏天，我和闪光少年们将会带来几场不同主题的精彩表演。非常开心啊，因为我觉得我人生中也是第一次，就是把这音乐节咱们搬到了电视屏幕上。然后我觉得大家今天都很幸运，昨天下了一天雨，知不知道？今天没下了，对吧？要吗？要来一下吗？你别、不要，你晚点发功，晚点发功。今天是我们的第一场音乐节试演，很紧张也很期待，因为呢，少年们呢即将迎来到他们的第一次舞台的亮相。我们今天这场音乐节的主题是 New Boy， 包括我们现场所有的闪光少年以及我身边的老萧，他们都是 New Boy。可以，保持这个状态，好不好？今天的演出将分为四个篇章，每个篇章结束后，我们将会选出一位表现最佳的闪光少年，我们称之为 Plan A。 大家准备好要开始我们的音乐节了吗？篇章的闪光少年有张延琪、谭聪聪、李明德、刘宇。即将登场的是张延琪。要热闹一点哈，还是让观众都动起来。确实。
我去把场子调动起来，重新再留些，必须砸下场子，砸下场子。我是音乐人张延琪，确实在综艺节目上见到我比较多，然后音乐方面的我了解的比较少吧，就希望大家能看到更多的音乐的这一面。各位兄弟好，老师们好，张老师好，肖老师好，尚老师好。我跟他录过节目，话从来没掉地上过，老厉害了。我是张延琪，然后呢是一个综艺人，也是一个这个前男团成员，也是一个说唱歌手、音乐爱好者。就是我的经历参加了很多不同的团体吧，现在网上也开玩笑说我是混在各种群像里面的人。谁刚才从我身上踩过去了？投票通道正式开启。人总会无意识的贴标签嘛，所以我觉得接受就好了，没必要去说我要撕掉哪个标签，我要证明哪个标签。你觉得现在音乐节的这些乐迷认可你是 rapper 的身份吗？观众怎么去认知我，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交给观众的问题。那你跑这么多的综艺，有时间沉下心来去做自己的作品吗？实话实说没有，就我需要去不停地赚钱，因为大家也知道做音乐不是一件很赚钱的事情，如果你想做好自己的音乐，可能你要砸很多的钱进去，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不得不去接很多通告吧，我必须不停地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面，直到有一首可能所谓的我的代表作出现了，当那首作品出现的时候，我就可以痛快地说我不去这个节目了，我要写歌。来这个节目又特意准备了一首新的歌曲嘛，也是为这个节目写的，比较说唱的说唱歌曲跟大家见面。OK， 我希望能够把我的热情和活力带给他们。哎呦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延琪。他蛮厉害的，真的。我当时看他们那个比赛的时候，我觉得他挺厉害，确实嘴皮子溜。综艺看到歌词不太锋利哈，比现实赚了太多红利，他们觉得这更容易，害怕没有人敢动你哈，太痛了，所以学会不用嘴巴，圈子太屁事，让我见识半天水花，本就不想变，成就圈子里的英雄，本来就很普通，没有那么伟大，害怕，怎会有人害怕？害怕的本质是把人变成代价，那些自己来的那个没有卖他，视频刚好卖价，有卖的好的，也有卖的骗的，有人把他变尊严，有人把他变骗子，有人抓住他的辫子，有人被他上了电视，会发生的现实不现实，而现实。想着上实现的巨人向下坠，他们都一样的面孔 ，Oh my oh my face， 身体很不一样，大脑发的向下坠，就是摔了一跤挺疼的，我以为我在中间，结果我不在中间，摔了，摔了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没事，小问题。很帅很帅，一个 B boy， 最后很帅，是吧？笑得很狂，帅的，疯了疯了。是一个地板舞的动作，因为你知道 hip hop 街舞和说唱不分家，刚才来了个驴打滚。没有，因为我记得我中间最后一段的时候要回这个中间来。然后具体发生了啥我也不太记得了。
人生下坠。其实那一下我觉得挺爽的，因为就是本来这首歌也比较的宣泄嘛，然后躺下那一下感觉就挺想躺着唱完的，但想了想还是得让后排的朋友看到，所以站起来嗨了，还是蛮开心的。即将登场的是谭聪聪